我觉得品相越便宜的越相信，不是我要阴谋论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有个比例原则嘛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玉，哎，我是喜天，没错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哎，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是来开箱今年的福袋，这是我第一次买这两家的，分别是 Foodpanda、Foodpanda 这福袋好特别，下贝百货，这个我最意外，你知道，福袋对我来讲，它刚好可以清库存的事情。是啊，但是最近开始，每一年其实有一些店家他们出的福袋会是那种推陈出新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杂志太多，买福袋买太快，没有那么多库存可以、啊，所以他们要出新的，靠北。而且你知道下贝百货的福袋它是称斤论两在卖的，我觉得是。而且你知道，快送这个，他买一个送一个。原本买两个是送餐巾纸，但是他刚好那家是没有。不愧是生活的好伙伴，他最大奖才是这种重重的东西。黑羽啊、哦，我是蛮重的，但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碰打的汽车。那这样子是要拿轻一点的比较准？没有没有，并没有。你这个逻辑有点道理，但是并不会这样。哦，好好好。甚至我们也不知道小百货到底会不会收到汽车。你是在质疑他们的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啊。你相信这个吗？福袋啊，刮刮乐或者是乐透，我觉得品相越便宜的越相信，越高就越有可能是假的、啊哦。不是我。我要阴谋论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有个比例原则嘛。我刚有看 Foodpanda 的奖项，它最高是什么？ GoGo， 而且不止，还有小奖，有 Switch 啊、哦、iPhone 13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还 OK。那你想先开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先开 Foodpanda 的好了。Foodpanda 感觉比较小巧，那小百货超重的，它里面放铁锤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一代比较轻。我这一代有点重量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它放那个折价券，所以呢，这一代有可能有那个纸类的。对。哎呦，不知道 Uber E 有没有福袋？没有看诶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年的像什么莱尔富、OK、Seven 全家福袋都卖完了。哎，我收的好像还不错哦，是我平常喜欢的。蛮多卫士的口香糖。你是赚诶。我赚，得这一代才49块，是蛮贵的。那你这一代福袋299。还有嘛，这个30，没有那么贵啦，25块而已啦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好，25块可以啦。哎、欸，他其实给的都算是大家会吃的耶。对啊，他不是给那种滞销，他给维力耶，他给维炸酱面，这巧克力比较贵、哦。是那个很好吃的那个巧克力吗？超好吃的那个，直接拆开来。好吃。这我们先不想贵不贵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对，红包袋、折价券来了来了。刮刮拿好。今天你有钱吗？我有钱就不会坐在这边跟你排队。哎、欸，冷萃，这个我也常喝。后面序号我们就不刮了啦。Foodpanda 的超市满99折50，等于49块。我觉得这蛮实用的。还有这个，那个放手机后面的、那個，对，手机夹、啊、还算蛮可爱的。还有可乐果，他们其实都送，就是、大家会买。但你算一下，299哎，20来49，这个也25而已啦。20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碗25，这碗只有25。31，可乐果有写20，然后这包我记得比较贵，39，我靠，红包袋我们算市价啦，这个分量我们算50块好了，然后这个不知道一般我没买过，就算50好了，这罐我记得29，然后折价券我们就直接当50块好了，好，所以这个袋的市值大概363，也还是有高啦，还是有高，就你没有要到超，因为你没得选啊，如果它整袋是这个，我觉得、喔。超滑哎、欸，我很开心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好吃，我好吃了，我把它吃完了。我们要来开这包，对，换几片。那你知道这包可能不用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模一样嘛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哭了，一个。张君雅，可乐果，连冷萃都是同一个口味的。当然有这个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吃。然后一样有一个这个，你的口香糖，一包泡面。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那个折价券，来，换你刮，你看折价券有没有？碰达汽车，应该大家是为了这张吧？又是满。满99，后面这个字是不是折50？五，我怎么那么厉害？十，哇，你先知呢？那最后一袋，最后一袋我们就直接开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也是一样。我在想，它应该都是一批一批一批，一模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太好了，有三包巧克力可以吃，看那个折价券就好。满99，轰打汽车，折50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！哇，好棒啊！那你们觉得这个会值得吗？如果按照它价值来说，算还不错啦。我觉得这个算平常我会用，我觉得 OK。然后可能就买个一两个尝鲜，这样就蛮看人的啦。我知道这个是过年，你家里面会有很多朋友来的时候，你懒得买零食，就直接叫个几包。那我们现在就这个吧，小百货，你看哦。哦，看真的很重，没有，他应该没拍到被那个长。那再一次，宝贝不要，他刚刚没看到，来一罐。
真的很重啦，那个里面很硬哎、欸。2991包，有超值优惠券。它上面有编号、欸，这边写 A， 这边有写 C。我觉得它有可能真的就是包的内容是一样的，有可能 A 的组合就是 A, 都是一样。最后副配塔其实也是，就是它有一系列是同的组合，然后另外一个组合，然后对券的话就是随便丢，有可能这样也比较好分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去点其他地区的副配塔，说不定会不一样。我、哦、看好香。哎呦，维大鹿啤、欸！我完全没有喝到维大鹿啤耶，而且它是65周年复古瓶，好酷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好久没看到维大鹿啤了，我很久没喝了。这个就是我国小时候会喝的。对，然后牙刷很实用哎，香皂、发财水、发财水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很需要。我跟你讲，他是去求的，我要喝。上面是小北百货的发财水，好可爱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是面膜，不是还、啊、是扩香瓶吧？没有香气袋，香气袋。哦，我用同一个牌子扩香瓶它，它可以放在那种像鞋柜之类的、就是。对对对对，衣物香氛，味道已经出来那个香味。包装袋，包装袋，哎、欸，这个好用。还有洗手乳，洗手乳，洗手乳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超值，这个很棒哎、欸就是，这应该有超过价格。它是一个你真的居家会用得到的东西。现在一定他妈会用到。哎、哦欸，雪菊香丝，哎、欸，老实说还不错。它只在折价券呢，草莓系列的饮品10元折价，披萨哈外带折500，虾皮购物线上网站全部150块折价券。看这很好哎、欸，冬瓜柠檬10块钱折价券，可以哎，可以。面包店的那个奶油餐包折价，还有85度C 的饮料加蛋糕99块，还有肯德基的折价券，还有福盛庭的，蛮不错的哎、欸。后面是一样的吗？欸、有，背后还有。哎、欸、呀，我靠、哦、！Friday 已经10天免费看，免费看，我有30天送你们。GTT 30天优惠，窝俊一个月免费会籍，星辰 online， 输入手机门号抽老鞋真凹基金，这个比较鸡肋一点啊。Boot 这个我有在买，他们家是卖袜子跟那个内裤的，买1500折80，他们很贵吗？蛮贵的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对 ，Sana 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OB 原选卖衣服的，满799折80，眼镜任何配眼镜折500块，剪头发折100块，以兰时尚阿寿皮鞋，男女气垫鞋直接。2990跟3290，干好屌、哦！他有没有一个抽奖券？啊、哦，在他手上，在他手上。里面最烂的也有500块小贝的那个、欸，哎，还有现金16888，哎，三名，还有气炸箱、烤箱，然后三名7990，然后跟 iPhone 13，没有这个，我就想小贝的东西很烂，不要大家不要买，因为他是那个抽奖券，越少人买，我们越赚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猜局啊，这一代真的不划算，超不划算，真的不划算。哦，这小贝买好烂，真的，谁要买小贝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买富偏打的，我去买富偏打，真的买富偏打，我们大推富偏打的。我跟你讲，小贝百货真的是开到有史以来最。小北百货怎么会这么扯？哇，1510斤，这很贵，这一包就快要超过2299了，是吧？哦，湿纸巾大包的哦，这个也要100多块。小北百货好烂哦，小北百货真的好烂哦，看小北百货好不好？很贵，快69吧。对，口罩哦，口罩哦，哎，这个先收着，先收着，然后要有发财水，多喝一点发财水。对，没要得，没要得，没要得。奶茶我很爱，海酒不同口味的牙签，有牙线的牙签，然后可能是一样的折价券啊，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来，先换一个模式。你们现在接的是小编百货工商。我跟你讲，小编哇，太棒了！里面随便一个都超值。他妈，这个就多少了？我们这两个就快299了。啊，这边还有吃的，划算划算。对，还有对抽奖，大奖汽车一台，痛打哎，随便都88万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大家都觉得说啊，小编百货可能福袋还好，真的。保持这个想法继续下去。老实讲，今天是我觉得开箱有前几好的福袋。以日常用品或者是说那个超商这种等级的，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因为现在很多都送很重复的东西，临时有一些比较就是还好，他会送一些滞销的零食，冷门的嘛，冷门的，对，会一看就知道。就大家如果过年要沾个喜气，妈妈会喜欢。大家庭的，就是说你家4口里面东西你一定用得到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去拜访人家，你买个一袋去。都 OK， 真的开心哎！没有没有，小北百货超不划算。我们后续有没有抽到汽车，我们会跟大家讲。你没有看到我有一天就拍影片开箱轰打汽车，就是我中了。等一下我要讲一件事，我去买的时候超满，没有人要买。你看，大家都不想买，真的不划算啊，很明显吧，就摆在我面前啊。拿一个什么开运水想打发我们？对啊，干什么东西？你有这么好打发吗？那水好好喝，快点喝一喝就可以发财了。我觉得过年还是要有一点这种，不管是刮刮乐还是开福袋，就是有一点那种喜气感。我觉得这是个真的 OK， 连喜宴都说 OK 了，真的 OK。等一下我们还要进入抽勾勾的环节。
这里面破100万我就抽狗狗，可以啊，100万我就抽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可能100万啊，那要怎么抽？先达到100万，先达100万，我们再讨论吗？反正不可能嘛，不可能。好了，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福袋的部分。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影片，欢迎在下方的点击喜欢，记得去订阅喜天频道，是买电脑砸喜天，可以按赞我们两个粉丝团，支持我们男生。大家如果有想要换电脑之类的，都可以去找喜天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把我抽掉，对，有点超乎我预期。